吴京、张译用吸油纸的样子，一个像擦嘴，一个像擤鼻涕。近日，在出席某活动的现场，著名男星吴京和张译因为用吸油纸的样子比较搞笑，双双登上了人们讨论的热搜话题。而张译更夸张，用吸油纸疑似擤了一下鼻涕。无论是吴京还是张译，在荧幕中给观众呈现的都是硬汉形象，铁骨铮铮的汉子，雄性荷尔蒙爆表。其实从两人这个动作上来看，两人的荧幕形象和现实中的性格应该也属于那种糙老爷们儿。从网友的讨论中可以看出，大家对于两位还是比较宽容的，觉得这是直男的可爱，硬汉的呆萌。细数吴京近年来的电影，《战狼》系列、《流浪地球》，最近的《攀登者》，其演绎的都是荧幕硬汉。结语：希望吴京和张译能够再接再厉，勇攀高峰。